现在中国的姓氏啊，有22000多个姓氏。那我们现在做出来的才是11000多个，不过现在中国内部他们已经整理好了。整理好，他这个资料很快会送给我。哎，那我们要重新去做22000个姓氏。这是一个大团结了。民族大团结了。所以这是汤恩比他在这讲话当中啊，对中国这个佩服的了不起。啊，他是几千年来这么大的国家，他是从刘邦统一一直到今天，都维持统一的局面。他是讲世界将来要统一，世界统一谁有资格？中国人有资格。他说他有经验，他有智慧，他有资格。那他那个方法好啊，他说世界，他们想法就是将来世界要成立一个联邦，就是一个国家，整个世界是一个国家。那么现在等于是每一个国家呢，就等于说是他自己一个一个附属的，就像美国的或中国这样的形式。所以说这世界变成一个国家的时候，他说人类就不会消灭了。那不是他就不会有这个战争了吗？哎，你一个国家嘛，那现在的国家呢，那都是地方政府。啊，全世界统一。全世界同意，他说只有中国人，他说不是欧洲人，也不是这个接受西方文化的人，他说这肯定是中国人。天下大同啊，对，天下大同。所以他跟日本人谈的，跟池田谈的时候，他说日本人早晚一定要跟中国、跟这个韩国、跟这个越南，他说你们这四个国家是都是从中国文化这个根生出来的，这四个国家团结起来的时候，这个力量很大，啊，肯定可以做到全世界的大团结。说得很有道理，希望这一天啊，对对对，不错不错，哎，但是决定要把中国文化干净复兴起来，是，哎，所以我参加这个国际会议，我觉得这个会议是浪费，啊，这个人力、财力、物力也不值得，收不到效果，那一定要说，一定要做实验，那所以我在家乡庐江啊，办了一个，文化教育中心，做实验，这个小镇，一个小镇就做实验区。啊，小镇有16个村庄，啊，那么有一个镇公所，居民呢有48000人，48000人通通学《弟子规》，通通学儒家这东西，啊，这个居民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通通都在教，啊，虽然实际我们才3个月的时间，收到很好的效果，啊，很多人到去参观，他到那去看的时候，果然不一样。哎，跟这个完全不相同，很多人都受感动。我就想着说，再继续做上3个月，我就会邀马哈蒂去参观。